光荣报案嘛。对。但是据说诈骗集团跟警察人怎么样叠对叠也有交战手册、啊嗯。他们应该是蛮厉害的哦。怎么厉害？譬如讲。譬如讲，你基本上诈骗集团靠你好啊。嘿。那你来报案嘛。啊、对，我来报案。来报案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陈小姐，诈骗集团现在在线上吗？在线上、啊。在线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好。哦，哎、欸，喂，你好，我是那个内湖派出所啊、我姓炮，嘿，哎，您是哪一位啊？有人报案，你们是诈骗集团哎、欸？我们是那个武士电子公司的，我是那个武士电子公司的经理的，你是哪一位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姓炮，我是那个内湖派出所、哦。那有人来报案说你们这是诈骗集团啊，你怎么打电话给人家要骗人家钱是吗？什么诈骗集团？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你说你是哪个派出所啊？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及时姓名？哦，我一个就派啊。我是内湖派出所啦，不是啦，因为民众来报案，我们是得受理嘛，吼。那你说對啊，你拄啊呢，这大声，你在拍啥？你是及时姓名，你跟我、哦、你先跟我讲啊。我们也是为民服务嘛。那您是哎。你先跟我讲你及时姓名嘛，不然我怎么知道真的还假的？我姓炮，叫炮哥啦，嘿，我的那个编号是12345啦，嘿，是12345嘛，好，我记下来了，嘿，啊，你说什么事？